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Enemy double kill. 他傻的。 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，欢迎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《王者荣耀》啊！我跟我的小伙伴小西瓜，我们双排呢啊！我们这边是明智眼、亚瑟、后羿、小乔，还有韩信，对面是夏侯惇、黄忠、甄姬、典韦，还有盾山。我去，这么肉啊！要费费这把，好吧，小伙伴们，每天下午五点、晚上八点啊，火焰在哼哼直播啊！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告诉你们我在哪直播。嗯哼，你要能听懂你就来找我玩，你要听不懂就拉倒，是吧？不能说的太细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我跟黄忠对线呗，黄忠和盾山，我的妈，那盾山不得背死我呀。OK， 我自己配套铭文啊，这个几把测试的时候，老是有那个演员也感觉不出来我这个铭文怎么样，应该拖到中后期这个铭文这个比较好一点啊。先把这个吃了 ，OK， 然后打这个。敌人消失，攻击敌方，甄姬。甄姬呀，你真烦人你！哎呀，盾山来了，小盾来了，小盾。我去，小盾儿，小盾儿，小盾儿。你来干啥来了？我去甄姬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去！我不行了，我怂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的妈！太欺负人了！残血残血，挠的挠的韩信！帅帅帅！帅！臭嘚瑟，叫你们过来！这太合适了。哎呦我的妈，何必呢何必呢，走吧走吧走吧，人间虽远我都在其中。死盾山，哎我不跟你抢那个，我抢这个。他要背啊，离他远点，这个护存在的理由。大傻的，有人没？没人我就推塔了。有人啊？我还是怂点吧啊！前期我不占便宜。去典韦搁那儿。你这个大傻子！揍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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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发起进攻，收到。 Killing spree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去，主宰暴力，去是吧，没打着。怒车出击， Killing spree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Rampage. 死盾山得过来，你不死是不是啊？不愧是你。 Shut dow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打死你我！抢了吧，太酷了！我给你来一下子吧。典韦过来，来来砍来砍，小典韦，我二技能等着你。嘿嘿，来呀！小盾山又来了，干啥？干啥？干啥？屁股对着我们啥意思啊？收到。来呀，小典韦，来呀！天虽远，我都在其中。准备，瞄准，去你的吧！给你来一下子。收到，请求集合。来，你是不是要背背吧你？你护啊！开始撤退。我闪，要背是吧？又背，玩的埋汰是吧？切，小心点啊！最了解你的，往往对手。
他要背，离他远点，都卡着，你们中路都要没了还追呢，你要干啥？哎，我踩一下，我不踩明世隐就死了。你们老守着这个塔干啥呢？干啥呀？这是这盾山，我全梦着了，修吧呢。我都在用无法直视的光芒，小心点的背啊！打死你俩！我还第八，开始撤退。哎，我还切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我要呢，撤撤撤撤！哎，我的妈，我没有药啊，我没蓝，不行不行，撤了撤了撤了。收到。哎，不行，我塔该没了。我都在给你点脸了，真是没完没了的，弄他弄他，我都想回家了，你不让我回家，我整死你。哎呦我去闪，哎呦我去的，弄死他弄死他，发起进攻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看看啊，我得出什么装啊，我先出这个吗？小典韦。对面打的乱七八糟的啊，我刚才我就想回去，这家不让我回去。咱们是呀，一个人有欲望，便看到他的终结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死真机！残血。哇，韩信杀这个过瘾。五杀五杀五杀，可以可以，太狠了，我去的，这韩信玩的、啊、可以。我还有必要去了吗？没必要了，黄忠要完了，黄忠还没等活呢。哎呦我的妈，这韩信玩的可以啊。好、啊、咱们看一下战局啊，怎么赢的怎么输的咱们分析分析啊，我还来个三杀呢，超过同段位 70%， 我真是尽力了。哇，可以啊，这韩信玩的可以，2-4 1-3 7-3 8-2 8-3，这亚瑟也可以啊，对面4-4 4-7 2-4 5-5 0-6，这盾山是真是一点鸟用没有啊，这背人他也没有用啊。好吧，小伙伴们，还是那句话啊，每天下午5点晚上8点啊，火焰在直播间等你啊，火焰每天在直播啊，能听懂你就来找我啊，这是我跟我的小伙伴们之间的小秘密啊。